就以今年的这个成绩啊，但就是防御率比陈柏豪高的关系啊，所以要是次数相同的话，陈柏豪会是救援王。哦，打出去有机会，是安打，现在阿雷莎的跑者被挡下了，因为直接做一个回传，哇，速成了一上来，但是对于乐天来说，现在是没有人出局，一三垒有人。我看到三垒的指导教练是用生命去挡啊！对，拦截这个球一个弹跳，宋承睿就觉得是那个背力是非常好的哦。你也看到宋承睿是从右外这个球没有落地，直接就传到陈家驹的手套里面了，而且这个球传非常准啊！所以挡是对的哦。对，因为毕竟还有后面在攻的这个机会啊。这个是硬被硬挡下来，对，好几步前哦。所以这个调度啊，真的都有做到，马上当局就收到效果。嗯。那这一棒反方向的飞球，这个距离够不够？接到球冲了，拿这个球直接做一个回传，拦到吗？没有，中间做一个拦截了。那这样子救援没有成功，那这边欢呼是因为陈柏豪就是救援王了。因为他已经救援失败，那就是陈柏豪这边。哇，这么辛苦啊，全队之力把这个救援王给收下来了。嗯，哇，而且哦，你看这个朱玉贤就要再请一份了，足距离还是够远，然后朱玉贤也完成今天的任务了，做一个代跑的更换。哦，那这样先前尝试失败，哇，这个非常的跟陈柏豪的做一个拥抱，帮他拿了一个个人奖，真的是全队帮他一个。对，还有防守站位的这安排就已经有，啊，陈柏豪大喘气啊。嗯。这是补赛，怎么可以搞得这么怎么搞这么紧绷？